为何不知过意却来包杀举子？先生有所不知，只因相国去世，夫人吴小姐负了领军，为准不领远军，故上不军，故而暂时积聚四座。哦，原来是此啊！哎，夫人平日是将军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张先生，请啊，好，请请。红娘。开了旧门，晓得。哎呀，妾夫女眷来了，女上了多有不便。哎呀，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啊？哎呀，赵先生，快到这里躲一躲，躲一躲吧。房子彩虹毫不有趣，小姐快来。
断剑五百年，风雨孽缘啊！张先生，小师傅，这一位可是彩家盈盈小姐？真是彩夫盈盈小姐。那小娘子呢？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张先生，我师父就要回来，请先生方丈陪葬。小师父先迎一步，小生在后边等。此次先生就来。哎呀，你好。万寿仙面蝶，樱桃半残恰开颜，寂寞飘子巧遇缘，是才女才晚风闲。经过了百万千，死则不爱美人儿几曾见，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闻铃儿飞去
小姐你看，这里的别的花开得多鲜啊，我照样吃去好不好？是的。委屈吧，嗯，门已了，梨花深院，本家儿傲自青天，恨天不语曾方便，曾经的我一马心愿。临去去不那一座，哎呀竟烦死我，听罢这推过相思平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请先生方丈待茶。好，肖师傅，请请。啊，肖师傅哪在？啊，原来是红娘子。红娘子，有什么事吗？奉老夫人之命，当庭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丈？我师傅正在方丈。此事也让肖师傅领路。好，我真要被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张先生，请。啊，既是这位小娘子去当庭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就请谢迎一步。此事稍陪了，红娘子，随我来。嗯。小娘子只身端上，见不见本娘儿亲？是太岳家中几日老，他业余巧美万忙，聪明伶俐不寻常。洒得与斗丁小姐同欢去，还需要殷勤问儿小妹香。从此禁锢，我不免在此登了与他，与我不可。哦，他来了。啊，小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先生万福。啊，
我们小娘子该是时候英英小姐的子女红娘子哦。我便是何劳动的、啊、小子有句话啊，管什么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时生儿有理难吧，请说吧。这个啊，小生新掌民工十军贼，本官西路人士，年方23岁，正月日起在知识建设并不准恩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有你的生生八世何用我啊。哎，在那红娘子你家英英小姐她可唱出来知知莫出来便怎么样，夫人在草林顶上赐家眼睛教育方，谁从山出同志辈无法不管是从他，先生有非亲母故不老学习很短暂。人真光把黎明忘，宋金先要不乱讲，宋金以后当问一问，不当问的就不要胡问，你要是胡问啊，被老夫人本子你胡一上，真是个书呆子。团队香啊，红娘啊，你年纪小心气刚，为什么冷若冰霜？哎呀红娘啊，长郎舍去向未忘，与小姐郎才女貌真相当，红娘啊你不做媒，我便不把小姐想，红娘啊你可知这相思的贼啊最难藏，准备茶一碗生长须端谈，夫妻面讨争醉茶，死了我不明向后上借得生疏一见，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但我就是这个字意，我就是这个字意哟。相公，相公，行动！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请同，相公。在哪里？自在船外。
十几听发冲所言，是莺莺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且惜今夜月把风情他则来自我听能快过十分青葱耳朵听音我一直家不赢老乡不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我问过了，张老
好生，本有福事，是谁公之人，可以老相公做好事日啊。啊，小姐，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嘞。什么好笑的事？今天老夫人命我去问这件的时候，碰见那个在旧门口遇见的那个小人，他的红娘孙孙爷爷三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有三小生心中明公是君者，本官西路正治，年方23岁，正月十七的知识健身并不能去替。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谁问他嘞？他们放在乡下的名字上，上车来走走嘛，被红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啊，红娘，你不抢罢他也罢。哎呀，我不抢罢他，不知道他玩呀，这些什么疯玩呢？红娘，你告诉老夫人没有？红娘，我没有告诉老夫人。啊，这些小事不得老夫人说也罢。红娘，你伟大。哎呀，小子，小姐你看，一到中天，这一杯一杯香吧。由此让看，仔细想来，小姐此态必有所过，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敌，高饮一斤，宽他是何？月色永永
心疼，更别得紧，怎叫人敬开了屋门？
父是命苦报，是来先生邻居的我你，那无奈换老三世皮沉沉，也报得彩家恨。千金之计，只能先于此人，岂不是受不了俺的家谱？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还要有气肯照顾陈宗玉生。如今他就等这良心。
平南一介书生怎能贪得食病啊？你莫小看我书生哩，我是一条兵路，行乱真伪。夫人，这位先生乃是老身亲戚，他倒有贪病之计呀。先生有何贪病之计？方才听长老当众晓谕夫人之意，小生与二师圣叔同在危难之中，故安愿献贪病之计。说见先生仁义，方才有长老言过，有才能贪得这病的老身做子，愿将小女引引与他为亲。夫人言出之善，小生义不容辞，此事谈情快些。长老，此事太病还要借从长老。哎呀呀，老身言满无用，怎能推得这病啊？长老不必惊慌，去到中雷之上小雨出生，就是夫人言道，小姐小了在身，讨差功德利满，送与将军，只怕于军不利，请将人马暂退一间之地，三十之后讨差功德圆满，小姐还了计我，方能送与将军。那三十之后又当是何呢？夫人不必着急，小生有一股友，心头明确，号称花马将军，统领十万大军，镇水浦关。小生与他有不白之交，一封速去，久病必大好。杀得花马将军前来，何如一股生非福？夫人但请放心。哦，先生，请先休书过来。好，书马早就写好了。先生，倒况他不成，也真难为他了。此次多谢先生。地上射光。
红尘，心念是小姐心中十分恩深，总之为先生胸膛发满现在若非张先生言语谨慎，我何家性命皆系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子非为冒领，聊表前人，望先生莫言牵绊哦。这边自派皆夫人同过，事已过去，不必花痴。张先生，请坐。宋娘，款聚哎。请莫应自卑，张在此不管事，张公百里。红娘，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礼。是。啊，小姐。老夫人请你出来迎礼你，哎呀，倒不是房间远他是人多谁人下别墅唱下瓦上屋，未出张生他老去宿。小姐，你就是这样打扮，便当儿也显得翠淡得可了。万里红娘是露宿，当着真心推开户。小姐，就是张生见了你，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快乐你。今日之言，就算我无葬身地，可不就是你们家好观念，江北酒吗？母亲啊，你也不给把两半举动，一半重，瞬间把这生死路，终朝路，不遇的生。等久了呀，女儿望文字步，我转秋波，小生当年才是高才，他玲珑心草脚步下独影影如此多，见过母亲先生，请堂入。不，小生理当之礼，也该与夫人内坐。倒不得过恭敬不知重礼，请张先生堂入。是此高坐礼。儿啊，请进来。
上京拜了儿的姑姑。这真是不得了，姑娘变了卦了。宋金玉，你俩却是同胞兄妹，一本亲你。呀，这相思竟犯黑的夜。只见他目定转身也抹不恰摆着眼睛出声望娘冷静嘞，是张先生儿啊，跨上前与姑姑把伞。他几声咽不下这牛也进步，他起了这好事化作了暖哭。儿啊，他与你姑姑把伞啊。张先生请莫应此辈，小生两掌红娘进了杯子。红娘请你将小鸡腿敬一杯，放在这里小生两掌。小鸡这烦恼真是得了，而今烦恼我就是两真内我有心想把衷肠说。真内母亲在旁边说，张生啊，你不怨我明白，你我从此只差天涯住。几位知青实是可惜，就请张先生莫应此辈。想到他脸上笑呼呼，不知他泪色惆怅。这并不，他不想你怨，想什么？事情了点烟，我恐他无情啊！你贪尽了虚名，你负了我。告辞了，且慢不够。
圣贤，孝顺有句话关什么？先生有话请讲。先生，生妃府为了子门，边在长征，夫人正色，不论何人能推测病地，就将阴阴小姐与他为妻，是有这句话吗？有啊。当此之事是在听圣耳称，是张先生、啊、是在修了书信，请来白马将军推掐这病地。先生有我名之恩，怎奈先相国才人。夫人请旨，疾病降位，即是孝顺所作。夫人理该谨慎行业，将阴阴小姐许与孝顺，我又何以兄妹相称呢、啊？张先生，小女终身先相国才人，甚至需要老身的内侧称恨。今日他有书信到来，是接着寻到他这来日叫老生何以为得哟？原来夫人是这个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圣帝府工作而无力，请问小姐有时候得配与领着成恨你这个、张先生，至今我情愿都以金箔相随，愿你领聘高门，成为良伴。夫人，当时孝顺听声而成，岂会吞吐你的心才而来？你好孝良哦，张公。张先生，张先生不必如此哦。张先生，你我今日之情，就请先生以实形象，以便喜度报答。红娘，红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书房安息去吧。是，明日便与华生。张先生，你少喝几杯，不是好吗？哎呀，红娘子呀，你也糊涂，我喝什么酒？孝顺是件孝敬之恩，非亲往常，谁搞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呀？先生，这一封书信本不做到，可是你家夫人当当一品太君，金科玉言，轻视婚姻。红娘子呀，这不仅你我二人听见，两郎素不相识，上有天下有地，不听不杀都听见的呀。事情你家夫人躲藏闭关，正叫孝顺先进技巧更无变路。哎，我不是在你红娘亲跟前辛苦侍寝了吗？谁让我光？夫人有言在先，事情反悔了。我是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为先生不平。红娘亲，既有不平之意，何以教我啊？实在女生，今日之事都是夫人所知，相信弟弟一般心思。也罢，待红娘相过法儿，是你小心一通行事。说到红娘今日此，小生深受了不啊！哎呀，张先生。
请啊请，小生与你无害相识，今夜这帮大哥现在你的身上了。向外尚无声息，想必小姐还不曾来你。哎呀，玉儿啊玉儿，你快在小生门上不为朝夕出来吗？啊，劝酒，两小团圆，四听琴。昨天生于张生衙丁，他在西厢月下弹琴。我命小姐到花园烧香。怎么，我进到花园，他忘了要来呀？待我唤他一声。啊，小姐，快来！
老夫人睡了没有？请用我女儿
我隐姓问人痛，哪管人将儿追送，终究一道风向儿割断了云山，千万重只有高堂
生想着今天再三交托给我，只是叫我怎样去教育小姐你。相思横作
为细雨无细动，莫为月万明牵连花影，牵连花影走。红娘，哎，姑嘞，哎呀，这消息不得了，姑嘞呀，红娘，嗯，我来问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谁管把这剑片拿来戏弄于我？我什么时候见惯这样的东西的？我要告诉老夫人去，我当下你的下官。谢嘞，小姐，小姐，小姐叫我去换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换他，我不向他讨来吗？这是红娘又不识字，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呀？啊，好，小姐不用恼，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插水去。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插水哪一股啊？插水上身啊。哎呀，罢了，我是得着你晚的呀。哼，被老夫人知道了，怕不要当下我的下半生嘞。老夫人管你是由我替你说话，不妨事的。哟，小姐一会儿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半生，一会儿倒又替我说话了。红娘，你进来说话有法不知轻重了。我都是叫小姐弄糊涂了。红娘，过去的事啊，就不必再去理他了。啊，红娘，我还不曾问你，今早你到水乡去，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我啊，我说，哎呀，你快说呀！我说，哎呀，好姐姐，你快说呀！哎呀，小姐，那张生死得真难脱。要想性命的安全，是比小姐去苦去难。红娘，他这种胡言乱语，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盈亏你的再问，是叫别人听见成什么话呢？小姐，你叫我去宽他，我叫你去宽他，这是兄妹之情，与我比呀。小姐，张生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要不是老夫人需要又拉，人家管这样讲，管这样想嘛。哎，谁是我家亏不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给我三个剑片去围着了他，也就是了。小心，你这是些什么嘞？这样不要害了他吗？红娘，你不知道，我是不小心围着了他，以后万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哎呀，小心，你这是何苦啊？红娘，你去对他说，小姐叫你去宽他，这是兄妹之情，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以后这般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红娘，就是连命我也脱不了关系。拿去。
我不拿去。快拿去。我不去。你这小女子好没有分晓。小心。现在你的身上了，哎呀，红娘子呀，你要去。
拿去捆吧。
娘要转嫁至大明家。年两十岁白金娃，露珠撒开了林姑妈，一个新月映在崖上，呀黄昏绿映霞，你怕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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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小娘。
个月我把他带了下去。花园里我有事，带红娘看看去。哎呀，是在哪里呀、啊？哎呀，是在哪里呀、啊？啊，小心！我说花园里哪里我有事？原来是个锁人。不要胡说，人难道还有生的、死的吗？你也认识的呀？谁呀？张生啊！不管张生李生，快点给我把他带了下去。带到哪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岂不要坏了他的名声？啊，小心，带红娘来替你试问吧。张生，过来。哎呀，过来呀！跪下，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过墙来？跳过墙来又做什么？你谁呀？你谁呀？我张生，小娘自问花木瓜，要对你说句重伤话。认识你谁有海洋人，谁知你说难天来塌。黑夜里藏心人家，不当你见叮当，你是来吗？张生，你既读空生之书，必达最公之理，是谁叫你跳过墙来？跳过墙来又做什么？哎呀，你谁呀？你谁呀？娘，哦娘！你万一他渡江是什么，万不由我把他带了下去。小心，看在红娘份上，先商量他吧。看在你的份上，先生大恩，早晚必报。此今几位兄妹是何有生之心，这位老夫人知晓先生何意思哦？尽看在红娘份上，先少聊他吧。少顾你这一招，下次不哭。快起来，起来，起来呀！你的所见，此今总该死心塌地了吧？什么成就一颗千金家，准备大婚长春生，成年瓜。张先生，哎呀，张先生。去吧。
听说张生病重，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知他定是为了今夜花园之事一起诊病。哎呀，张生啊，张生，你这样一股聪明人儿，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思啊？我妻人抱得他愁苦在心，便是得医院不得那关真跟我过挂肚千差一心悄悄去到西厢探望张生，我无妨兄妹之情去探病，小弟你到哪里去呀？放松跑步门诊去，有三一位，我和你生死碰撞，相思引来不生好噻。我去把别儿生得香香的，你再随我儿吧。哎呀，你算我做什么嘞？相思，怎样我也不出闺门，你偏让婴儿不离身。相思，这不光红娘的事，都是老夫生分中我这样子你的呀。老母亲。管得紧，小妹妹想不值得情。小姐，你不要冤屈我红娘，红娘是记得你的心思的。小姐，你知道吗？张生的病也快离院了，不是请了太医与他调治了吗？太医睡眠不醒，只剩下一口气了。Yeah.
替我去送与长孙吧。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那长孙是再也进不起红地了。红娘，这一方是正对他的正儿女，快拿去。我不拿去。哎呀，好姐姐，今晚就不哄你，快拿去。我不去，快拿去。红娘，哎。老夫人来了，见过母亲。哎呀，罢了。老夫人，老夫人请坐。红娘，嗯，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了没有？红娘万不生气你，那你快去呀！啊，快去呀！是。儿啊，女儿，母亲，为娘在叫你呢。是，张先生曾救过何家性命，如今他病在客中，我母女咋不去问与他，岂不被旁人谈论？母亲舍得解释。自从你弟弟去世，我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几句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如今只盼你承恩姑姑早日到来，一来可以尽我母女福临百转，不吝援军；那儿内们也好随了相国随世之愿。这真是一举两面，一了却为娘一张心事。儿在想什么？啊，女儿并未想什么。我儿一向孝顺，定能记得为娘之意哟。女儿理会的。天色不早，为娘也要回房从进去了。母儿早息安息，送过母亲。哎，这正是世道情长重，爱恋不觉深哦。Bye.
去了。你在家了，什么时候起来呀？傻丫头，在家了吗？是闻天凉在起来呀。那你怎么好去谁呀？你在家了怎样杀死那人？什么那人？好，那你去谁吧。红娘心一片，你不该欺三半龙神通。啊，小姐呀，你是一为儿闹，一为儿愁，一为儿坏，一为儿空。那张生是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恨，一半儿痴迷，一半你明明压了上君山，为什么今晚叫他一落空？啊，小姐呀，你莫怕死莫惊恐，我保过你风不吹草不动，全不必神心中。凡事多与红娘在，怕什么西厢是你死了我红娘，你第二个人知道。小姐，带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
回问你呢啊！哎呀，莫非老夫人有什么思想之事？倘若考中进我来，又叫我怎样回答？这红娘，哎！哎呀，红娘啊，红娘，你且不要惊慌，进去见过再说。老夫人，小姐人万不与我跪下。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管，快去家法来、啊、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呀、啊、下去红娘。哎，你知罪吗？红娘不知罪。小姐人万死无罪，谁叫你夜不成更问我小姐到花园里去？哎呀，红娘不曾去呀。不曾去。娘子又不管其心，谁进来？我老进来。我命你陪小姐你接住身，谁叫你迎着她无言乱真。凡事皆虚，你得不同家法，你小命难离。你不生我打死你这个小女人！哎呦，哎呦！夫人不要说了，鬼事，红娘死。你与我讲讲讲。那掌声是些什么？他是夫人相恩当作仇，今朝小生在半道上惜命女。以后呢？小姐的万不夸生，他是红娘你先生，先生那位小姐叫小姐转起落来。
说什么呀？兰儿，以后呢？哎呀，事情到这里就完了，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呀？小的啊，不怕事。老夫人，你要到谁？告长孙。这时又问不得长孙。也冤那股不是小的钱，也又问不得小姐。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城之故。哎呀，老夫人，这都是你家的事，哪里用得着我红娘啊？哈，此事到冤谁嘞？这都冤哪股？这都冤你，老夫人。怨我，夫人上高到官府，夫人身上竟有三个不是。我还有三个不是，我问你这一夫人啊，当时君为夫就是你真面对。三八生中虚幻是八马将军真为吉贤长长生一封是好姻缘本你天配定因你恰似一元宝的灰心是夫人啊，查到宫廷的不是你言而无信，举难辞。这儿你，蔡夫儿与范夫儿一类长生的心相似，才是这冤女狂徒两的变。问一故事，今夜不念。老夫人不怕，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好，
那以你之见呢？哎呀，老夫人，红娘归去了。小姐人起来家，多谢老夫人。啊，老夫人，你红娘之见，倒不是杀鸡小姑神机妹子把小姐虚葬身，不是我娘吗？这丫头一言当同，我心看大家老身为了难，我则将隐隐许了张君才，他怕一阵雨我家盼，我则将张生送官去君盼。为的是相国门楣从此散，言罢倒不是全将阴阴虚葬身，红娘，哎，去换小姐来。是。啊，小姐，快来！啊，红娘，小姐，西厢事发了。方才老夫人拷问了红娘本身，她那寡丈儿只是滴溜溜的在红娘身上当作呢。哎呀，红娘，真太委屈你了。没什么，都叫我说过去了。啊，小姐，老夫人要把你许配葬身了，快来吧。红娘，嗯，事到如今，叫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哎呀，小姐，你又来了，死君娘的跟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见过母亲。你母亲，我的你被人欺，被人欺哦，这都是我的孽债，我也冤在这里哟。红娘，哎，去把那个琴瑟与我还来。还哪个啊？张生。啊，啊，张先生，快来！红娘子，可是小姐她还我啊？哟，你倒是往好的上面想。告诉你，西厢事发了，老夫人欢迎你。啊，小生枉哭，红娘子呀，你与我租给小儿吧。啊，哎，你大了租给不了，快来吧。哎呀，事到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呢？你看，你看，先前跳墙的胆子又有多大，自己的胆子又有多小。告诉你吧，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叫你去见丧母娘呢。真的？哎呀，谁哄你嘞？快来！
见过老夫人。嗯嗯，好一个保养秀才，我好一六年几日细想，你竟做出这种非礼之事，本当送你到官。如果做不了相公家臣，门内我就将一念许你为妻。哎呀，相公有马看云一见，我家三四不早把一女婿，明日你我上京赴事，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舍不得官，休要来见我母女。红娘，这是正班出校美的举言，明日审理上的张先生见你。儿啊，随为娘进去。See you.
相送李文他往哪里去了？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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